阿散、罗振荣、郭秀离、阿嘎李宪云，其中李宪云因为时气难改，时常甲谢玉英发生冲突。这尊菩萨足足度了十年，才度尽诸劫。如今伊已经成为五个环保站的站长，人人都为他翘起大拇指呢。你诶，当时啊吼，声色吼，当我较流诶，当时啊，通一寡师兄师姐沟通个较好些，安尼代志会当吼圆融安尼吼，会当圆骨安尼，吼上盖好是安尼来提。吼师傅啊，来讲，我要来推动诶，我着爱吼缩小自己，吼上好是来缩小自己安尼，用好诶伊啊。善解甲包容啊！我最喜欢的是变数之中会当考验智慧，真正有够赞的赞。谢云师兄，听讲你较早是黑社会，啊，你想哪加入做环保？我是小混混尔，我唔敢讲黑社会啦。小混混尔，嘿。那阵我就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讲想要出来吼，做一挂社会有意义的代志。哦，你当志工，吼、哦，等下等来时阵，多来队伍，吼、哦，你即卖做诶，吼、哦，区组长诶，因厝诶电话，吼、嗯哦，我开，多因为做转了一个王清水师兄，问我讲，吼、哦，做官报好唔好？你去做了是安尼，十三年，哇、哦，去做了十几年吼，师、嗯、姑、哦嗯，听讲啊，那个宪云师兄啊，伊拄礼拜做环保诶时阵。脾气无讲足好诶吼，嗯，脾气有影啦，真歹。伊脾气安怎歹？啊，伊伫做了啦，无遐个，伊伫会较大声啦。对象大声、嗯？对我。你对阿母讲话才大声，啊，你是安怎会叫伊阿母？因为就是伊做工课，我感动到了、就是。所以你就开始拢叫伊阿母啊。嘿，就是讲伊家己人安怎做，伊就袂去怨叹，讲啊，无人要来斗阮安怎，伊也是伫遐吼安尼默默在耕耘安尼，就是那师傅啊讲的安尼，就是用行动来感动人，就是安尼。听讲师兄，你迄个时阵发脾气的时阵，有离开过环保站对无？嘿，捌离开三道。我？嗯。师姑，伊是安那离开三界？啊，就讲伊不爱做啊，做了就发脾气，讲伊不爱做，所以嘛拼落去，师傅的伤嘛无爱啊，讲伊不爱来做啊。甲师傅的伤退害你哦、喔啊？啊，你安那讲？啊，退害啊，我就甲请转来啊，啊，请转来一个。一个师姐讲啊，无好啊，好，我讲好啊，你来爱，你请转去啊。是。啊喏，啊来一寡师兄师姐，得去因兜个甲鼓励，吼、哦、鼓励，叫我得爱出来做安尼是啦。嗯。啊，得阁出来，啊两摆是休较少啦，两摆差二十天、十几天安尼啦。啊，第三届休偌久？第三届休较久哦。一个月。一个月。你休到一个月哦、喔，啊后来你是安那入来，干那师兄甲你考劝啊，啊个有啥？就是人讲，哦，伊也讲，我也无出来做，师兄师姐啊，带伊阮兜坐，哦，泡一个茶，还是去店泡一个茶，那见面了，爱是有三分钟啊，用心了软，用了偏啊懵了，搁转来做啊，哦，转来搁啊，阮母啊讲啊，歹势啦，啊你安尼烦恼安尼，用搁出来做安尼。等下甲母啊回息的啊，没有忏悔，忏悔啊，伊会啊，哎呀，我甲讲好好啊做啦，哦，嗯、做这事讲吼，做这有做有做身体的健康啦，有做的福气啦。嗯，母啊，刚才我甲你讲一句讲，等下等下好啊，哎、嗯，等下就感动的吼，听到有够感动，等下那本书，哦，家己生啊，老爸老母安尼啊，你来处理吼，你处理了破病，我去弄你啊。你受了委屈，就回来就好啊！安尼，那袂像一句安尼。但是真正考验师兄，不是这吼、個，敢那迄个时阵，咱要找地去环保站。啊，以你的个性，你要安那去共开嘴讲，我要甲你借地，要来去环保站，你敢有拄着困难？有啊，迄阵吼，迄阵就多吼、哦，想看了人家的菩萨吼，底下砍底啊！哦，唔甘人家吹风挡日落雨来，也是哦，也是咧做，
我是讲，哦，迄阵有发一个愿，讲，哦，遮哦附近哦来找一块哦空地啊来哦起一个环保站，哦来哦遮菩萨有杂货杂日的所在，哦安心来做环保安尼。嗯，处理变少经，处理两少两少地时阵，不投不低头不点头。不要谁舔头，那个近视鱼的一句吼，上林的一句近视鱼呢。学低头，学点头，不要学谁舔拳头。安尼果不三种，他去养，吼，安尼第二养公，吼，去养公啊，我了，我住者，吼，嗯，接了要来找地环保站，后所在较麻烦，安公者安尼吼。敢有去有人拒绝过？捌啊。啊！伊甲你拒绝，你会安那甲讲？哦，迄阵啊，性地都阁无好诶，哦，迄面色阁无偌好看，拢会红结面枪，红结面枪，拢歹做人好啊，阁念遐济，我晕了行呢。啊，后来是安那做着诶？嗯，拄啊，阮即卖环保站诶隔壁，吼，伫咧做卖糖诶，吼，卖糖诶，吼，诶，头家。哦，拢有伫邮局看阮咧做环保，伊有甘心着讲啊，伊以后也要做较大地，要做一块互阮用。哦，我讲好啊，当然是好个、啊，这求不得啊。嗯、哦，这姻缘多，伊讲安尼无正百平啊，阮用好唔好？我讲好啊。真正是用行动去感动人哦。嗯、那徐师姐，我知影讲，参存你啊，安尼伫咧采访咱遮尔侪环保志工啊，你感觉对你影响上大有啥物？在五湖环保站虽然是一个环保站，可是它是一块福田。那你在这个，如果说我们谢依老菩萨或是现缘师兄，他不把这个环保站当初没有把这个环保站建立起来的话，那么多的老菩萨，那么多的福田，那么多有身心残障的、哦是那他有到了这个地方，他就可以安住他的心。是，那我们安住他的心，可是不安住了那个家庭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这环保站就是一块大福田了，就是一个净化人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场所，好道场。对，嗯、那谢云师兄参住你本身啊嘛，因为做环保，安尼一路个性改变哦，安尼嘛找到一个阿母，你家己有啥物感想？这就是我上界欢喜个，有讲我做环保个会当吼，安尼实在接济善知识吼，能够接济吼师兄师姐关怀安尼吼。师姑，你伫你心目中伫看待一个对环保站吗？安尼临来即个后生，你对伊家己有啥物感想无？那个真乖啊，即卖真乖啊。你真满意？啊，蛮满意啊，那乖就好啊啦。做环保不需要任何条件，只要愿意放下身段，重新开始，人生就过到不同款了。草根菩提，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师姑，感恩您，谢谢师兄，感恩您来上节目，还有请师姐感恩。